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。今天啊，来颗蜂蜜啊，然后换它放这个陶框里面，要把这陶框放进去，这样颗蜜才方便啊。是我前段时间打开看的时候，那个蜜特别的多。这个呢是那个广东那边朋友的订药的那一窝，然后今天过来颗一下，应该有很多蜜呢。现在先打开这冰箱啊，你看特别的强，这一窝超强的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一窝是非常强啊，很凶猛的。我们现在打开这冰箱盖了啊，哇塞，好多蜜，走开，看看，哇，标准。还有一半，你看，还有一半在里面。哇，又断了！哇！磕完了，大家看一下。这里装了四瓶蜂巢蜜，然后还有一些不封盖的那个蜜，我们磕放了那一盆。这里呢，全部是这个封盖的，你看，特别的沉重啊！这一箱最少都有15斤，这个带皮，等一下我们来打针一下，最少15斤啊，是所有的15斤肯定是有的，非常的不错啊！走啊，收工。很重，不要，不要翻车哦。不要翻车，不要翻车，不要翻车。哦，看到没有？20斤，还可以往后。21吗？哦，21斤，哇，到重了，哇，哦，差不多22斤嘞。再除这个，除掉这个盒子，哇。20斤是没有问题啊，一窝磕20斤，看一下，哇，特别的开心呢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之前拍视频，我经常就跟大家说，像这种强群，一窝啊，一窝20多30斤，真的有，真的特别的开心。好了，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啊。喜欢的朋友呢，关注我，这是纯天然的土蜂蜜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